哎，老板娘，哎，我这个面是刀削面吗？刀削面。多少钱一份啊？那五块。五块是吧？五块一碗是吧？啊。好，你给我削一碗。啊。尝一尝。哦，可以。可以啊，哎呀，哎，豌豆芽哎，哇，这面可以。熟了？啊，熟了。熟了。老板，这是肉丁吗？肉丁，肉丁再加个鸡蛋。还加鸡蛋？对对，加个鸡蛋。好了，等一会儿啊。好了，这就是刀削面，正宗。肉丁啊，豆芽，绝对好吃。不用看，这卤锅的有卤汤，肯定好吃了。这个也不用试。看你的，你这两个。这个一看出来了。好，那也试一下吧。光说白的啊，这个滑溜，还有劲道。豆芽，这一看这油也好，花生油。